二号吧。好，嗯，第一个问题，关老师，还是男士还是女士？您是先生还是女士？女士，女士，嗯，比我年长还是比我小？哦，比我小，从事什么行业？歌手。歌手。嗯，这是三个问题了。该第四个问题。都唱什么歌呢？民族歌曲。谁呀？最后一个问题。唱过哪大家熟悉的哪个作品呢？很多人不知道。哟，这人有点难为我了。万山红。万山红，好，二号房间到底是不是歌手万山红老师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五四三二一，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。你看谁来了？我真没想到哎。阿木古愣，知名歌手，与关牧村相识于选秀舞台，二人一见如故，惺惺相惜。关牧村也格外关注阿木古愣的事业发展，经常给予他关心与建议。今日二人相聚于此，将讲述哪些幕后故事？没想到啊，是吧？古愣请来了，所以我怎么也猜不到他。对，我刚才就说肯定猜不到，肯定猜不到。